감사. 오케이, 역시. 사적이고 세비고 모두의 종장고 안녕 뭔가 뻑이 위상
高进先生，你没见过自己的儿子吧？他就在桌子上。让我自我介绍，我是台湾东湖帮的仇笑痴。我找你挑战有一年了，但是你从来不给我面子。到台湾来找我赌一场，为我的命下赌注，不然你会遗憾终生的。我都说还有一个了。有这个世界上正常人不可能赢到我，除了北京的张博士，是只有他换过我一次牌。一年之后我一定同你报仇。已经过了十一个月，在这段时间仇小姐仍然不断逼我同她赌，可惜我答应过我太太在一年内不同人赌，亦都不承认自己是赌神，于是我借着旅游希望减轻心目中的仇恨。我去过丝路，我去过峨眉山，去过太湖，但我心里面的仇恨一点都没减到，还有十五日就一年，到时我都不知道怎样做好。大胆，什么大事啊？阿爸，你跟我偷摄像啦？喂，你讲下道理好唔好啊？哎，讲走镜，难怪你输给你面子，才给你拍的嘛。兄弟，或者我哋要拍全家福，唔该你，哎，同我哋拍一拍啦。好啊，多谢啊。你等一阵啦。阿爸，阿东拄只打电话来讲，小小姐的大人已经开始行动，那个帮我讲要做老大。而且，佮抢走咱的台南兄弟一半地盘啦！干你娘这个臭小子嘛！我早就料到这小子会背叛我，他抢到了16亿美元基金了，他妈的，他已经不把我的老大放在眼里了。咱按挂回去。回去？这样做我就怕他了吗？你先回去台南哦，抢我兄弟哦，他冲掉。我两边等。小心一点啊！干你娘老子哎！我们拍新加坡了啊！大家要笑好笑好，看花一眼哈！来来来，过来过来！那预备了，一、二、三！哎，兄弟兄弟，过来一齐影啊！哦，对唔住，我从来唔影相嘅，怪人！等叫等叫啊！啊，兄弟，你睇落嚟有啲似香港人哦，你个样够似台湾人啊！台湾人有用台的吗？老板，船准备好了。好，没问题吧？船上酒吧、卡拉 OK 什么都有吧？都有了。好，我今天认识一个好兄弟，非常开心啊！那你赶紧拿钱去给我买一点好吃的东西，买一些好酒，越贵越好哈！啊，你赶紧拿钱过去。哦、好、啊，快去快回啊！谢谢我要照顾兄弟啊。老兄，在这个地方钱财不可以露眼的。哦。冇咩关系啦，我带咁多兄弟嚟，而且我喺江湖行咁耐，都冇人敢喐我啩。
有時咧小心啲好。好啊好啊，我過去攞翻個袋先。快啲快啲嚇！呢個姓海嘅來頭都好大喎，佢咪東湖幫嘅大佬啦。喂，上兩個月喺呢度收你入門嗰仇大哥，乜唔係東湖幫嘅咩？仇大哥一直對呢個老嘢都睇唔順眼嘅，如果唔係驚江湖上講閒話，一早就已經懟冧佢啦。哇！佢隻手臂又傷咗好多鑽石咁啊！我睇佢身上起碼有10萬美金。咦？如果呢條船喺呢度發生意外嘅，咁仇大哥咪好開心？係喎。做咩成日望住我？失恋啊！你几岁啊？你知咩系失恋咩？我唔系一个普通嘅细路仔，我已经失恋过3次噶啦。哦，俾人飞啊？佢哋嫌我年纪细，佢哋三个咧已经成20岁噶啦。嗯，你食得好肥腻下喎。哎呀！我跳唔到啊，腳都攣埋啦！喂，兄弟你跳啦！唔好啊，我唔識跳。嚟啦，唔好怕醜嚟啦！啊，唉，唔跳你飲杯。好啊，飲杯。啊，講真嘅，以後去台南咧，一定要我啊！我喺台南嘅東湖幫咧，東湖幫嘅海岸咧，冇嘢唔識噶。東湖幫？啊，你聽過咩？哦，冇啊！有冇搞錯啊？東湖幫你有冇聽過？唔識你啊！兄弟，此时我们一见如故，周老道的也看得出来，你也是跑过江湖的人，是不是三千年别有怀抱啊？我猜对了吧？你个仔都醒过嚟，佢一早就睇得出嚟。啊，这是我最疼的小儿子，我看他呢也有点天才，我的位置啊实在是让给他的。我觉得俾佢做正红好啲。我也想过，可是人是自私的嘛，对吧？我也想过。我希望俾佢读多啲书啊。其实我大女儿也很能干，我想让个位置给他，可是我班会里面。有很多野心勃勃的人，我怕他们不服他。燕小雪，小大妈，全部攞走，然后放火烧只船，切忌唔好留低证据。系。
不要急，掉眼泪。兄弟，好兄弟，我求求你，我求你一些事情。你讲。我求你帮我将孩子带回台湾，交给他姐姐海棠。你放心，我一定带佢翻去。爸爸，喂大哥，爸爸，喂大哥，爸爸，嚟走，走，爸爸，爸爸，你放手，放手啊！即想将你包啦！我爸爸未死噶，我要去救佢。翻嚟啊！你爸爸已经死咗啦！我爸爸冇死啊！佢死咗又好，未死又好，我都要带你走啦！嚟啊！喂，倒塌咁早带嚟做咩啊？啊？有只船俾人放火，咁大镬？唔系啊嘛？啲老豆成日俾咁多钱你使嘅咩吓？唔关你事。你知唔知啲钱好辛苦搵翻嚟噶？我唔知。我应承过你老豆要送你翻台南噶。我自己会搞掂。你唔系咁憎我系嘛？鬼叫你唔够我爸爸。诶，各位同志，边个系你同志啊？带晒两个大细匪徒翻去。诶，我哋唔系匪徒嚟噶，我哋系受害人啊！我哋嘅船喺湖度俾人打劫啊！你讲咩都得噶啦，咁多钱仲唔系分赃？快先滚！带佢两个上去。正走狗，走狗啦！你黐线噶，靓仔都打。你是不是人嚟噶？我就系唔系人，你就嚟打靶噶啦，行啦！我要打电话投诉你，呢度你屋企啊，话打就打，躲鬼度！做乜嘢？又虐待犯人？美国人话我哋冇人权，就系你呢啲人造成嘅。扶佢起身，俾张凳佢坐。你做咩？未食饭啊？起身！我是香港人，我请律师。我个细路系咩人？台湾人。你哋系咩关系？我哋朋友。边个系你朋友啊？分明系鬼弟。收口！放咗佢！使唔使成日帮助香港人啊？啊！你个仆街啊！哎呀，做乜又闹阿宝啫？姐夫成日夹我噶啦！放咗佢啊！尿急啊！你企喺度！老公啊，饮尿饮得多会有膀胱癌噶。哎呀，嚟饮啖汤先啦吓。老公趁热饮啊！我同你揼骨吓。你肚饿？我唔会同 IQ 低嘅人讲嘢嘅。你哋点解会一齐嘅？我哋船上唯一嘅生还者，佢成家俾人杀晒。哇！成船人死剩你两个啊？你系成龙定李连杰啊？吓？嗰个贼头肯定系外面嘅船家。呢度咁多船家，你话乜都得噶啦，先生。吓？佢爸爸临死嘅时候，托我一定要带佢翻台湾。睇落你个样似佢爸爸多啲，我肯定你两仔爷夹手夹脚怼冧晒佢哋，一定系咁噶啦，老公吃。哎呀，你咁我望住我做咩？想打我啊？哎呀！衰婆，咁都俾佢估到，我系绝对尊重人权嘅。如果你系冇杀到人，我绝对唔会屈你。但系如果你系凶手嘅话，手脚都会屈断你。如果唔啱听嘅，老婆都冇面俾。喂，系院长，系我，啲香港记者嚟咗，我即刻嚟你办公室，
我好快翻嚟。人呢？帮我老婆搽啲药油，跟手煮个面俾佢哋食。系。痛唔痛啊？痛唔痛都唔关你事。我谂紧点带你走。唔使谂我啦，你谂下你点走仲好啦。咦？喂，嗰两个咪游船嘅生还者？系啊系啊。记者嚟嘅，白小华，做咩你哋？吓，唔使采访，香港记者嚟嘅，香港记者嚟嘅。法拉利你会揸我噶，都费事睬你 ，IQ 低。拎去俾军犬闻下，上边一定有疑凶嘅味道。大家听住，第一队向东，第二队向南，第三队向西，十里内逐户搜查。特别要留意嘅喺饭店同旅馆，个细路仔睇起上嚟非常之肚饿，佢哋一定会揾地方食嘢嘅。去。小姐，小姐，喂，听到啦，多梦噶。喂，你唔应我点知听唔听到啊？听到还听到，应你还应你，听到唔一定要应你嘅。你讲下道理好唔好啊？算数啦，唔讲道理系女人嘅特权，发烂仔系女人嘅专利啊！要咩啊？问你要乜嘢啊？听得到啊？我听到，听到未必要应你噶。喂，两碗面，有咩捻手嘢啊？面就系面，捻咩捻？咁两碗面啦。喂，佢一定系失恋嘅。叻噶你，人哋失恋你就知。哇，你咩摄青鬼咁噶？呢两碗面系我同我大佬约嘅，俾你约先啦。喂，我唔食葱噶。哇！葱唔入，啊，冇葱啦！啊，你啲咩态度啊？诶，留啲绅士风度出嚟好冇？咁早个更年期你，咪压压地噶啦。呢间啊？冇第间啊？臭臭地瞓住先啦，唉，瞓翻觉好嘅先。哎，哎呀，哎呀，哎呀，见大佬唔系咁样玩嘅喎，招瞓。
一个大人带住一个细路，暴行时速绝对冇可能超过十里。大家分头搜查，留意五十里内嘅民居同埋旅馆。喂喂喂喂，喂咩喂啊？我啊，我想打 IDD 啊，我帮你搏啊。喂喂，我未讲 number。喂，喂，诗诗啊，你想知道我收未着吗？如果估中嘅话，我请你食饭睇。系啊，诗诗，你认下我啦。你都冇乜三围啦嘛。是大揀一樣啊，想揀啊，咁不如我哋講下我十六歲初上禁果嘅經過啊。我十六歲嗰陣，我你唔好再嗌啦，八婆。喂，啱唔啱聽？我都要俾錢嘅，1500蚊加一，即係1750。哇！你唔好走去搶，唉，唔算搶啦，計咗個八字俾你噶啦。我想打個電話去香港啊。搏兩個鐘都未通啊！咁打去廣州，500蚊。唉，記住相先啦，你同我招。嚟，自己打。喂，揾邊位啊？喂，我姓高噶，麻煩你通知盧五先生。叫他幫我進行一年前跟他講的單嘢。盧先生是吧？是，告訴他三日之後我去台南。是，好，麻煩。你去哪裡？我丟了爸爸的假，我把他留給我的錢輸光了，我輸剩100蚊而已。你IQ不是那麼低啊？買了買了，買定了，買定就開了，買定了，买定离手，睇下个麦度有几多口烟咧？我买一啦，我一支，一支啫。开啦，一口都冇，冲杀，冲杀，超超喇叭，明明听到有声啊，点解乜都冇噶？冇错啦。喂，你自己戆居啫噃，人哋就咁摆只手指尾入去，系咁啷下，你啷下听唔听到啊？咁当真嘅，咁点得啊？嗱，你再买，再买。鬼推到啊！走唔到咧。呢个老尾你班咁嘅友都系头先个僆仔赌品比较好。喂，你乜水啊你？我大佬同我讲，即系话你赢咗佢好多钱系嘛？边个你大佬啊？你大佬？哼！搞错啊，僆仔！我啱啱先赚紧你个赌品好喎，家阵你搵个乜魔术师嚟抛我啊？喂，你准唔准人上诉先？好，咁你赌啊，佢赌啊？对唔住，我唔赌钱嘅，佢赌。哦，小朋友，你想赌咩啊？有21点。好。咁唔該，你坐埋一邊睇。好啊，你個賭棍，等我催眠你先得。喂，夠鐘埋位啦。嚟。玩又一點啊？整吉牌。小朋友，你呢100蚊已经输咗啦，我20点啊！边个会咁噶？吓？点解？你哋有冇睇到啊？喂，发鸡猛啊！赔钱啦！你因我唔赔啊！再买，我买200蚊，杀！啊！
小朋友，呢鋪你又輸咗啦，我又20點啊！啊，點解係咁噶？你有冇睇到啊？喂，你即刻放喺頭度，腳。买唔买保险啊？你似天仙都变唔到我只牌啊！我21點啊！哇！喂，你我咩啊？我依嚟台10隻仲关我事啊？搞错，我睇个明明系烟嚟噶嘛？喂，你睇咩图啊？啊，我台面嗰只明明系烟嚟噶喎！我眼瞓都睇唔到。我请你翻嚟睇场，你眼瞓？呢铺你赔？我哋咪赔咯。入嚟入嚟啊！哥哥仔埋位，包人噶，食好烟啦，食烟。哇！你食错药啊？今朝黑黑面，而家成条蛇咁嘅。慢慢玩啊，赢多啲啊！好啊，玩咩好啊？好，呢杯同你赌大啲，赌晒所有钱佢。喂，呢嘢我揸唔到主意噶，大佬点啊？我爸爸教落赌钱嗰阵，赢要谷，输要缩，买晒佢。喂，大佬啊，条靓仔浸气好似食住你咁啊！食你个仙人头，靓仔呢铺一人潜一只，斗大，你潜先。小朋友，你输咗啦，我四边啊！唔搞错啊，你哋，你出六千，你两个加埋出六千。你讲咩啊？铺牌啊，你嘅原赌服输啊嘛，各位兄弟，我啊等你走话输咗啲唔抵啦。喂，咪嘈！未死过啊！想立直走？点啊，大佬？算啦，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哋走。系，大佬。喂，你唔好走，你唔好我爹。哎，你哋大小不能想起美主，快啲攞翻啲钱出嚟啊！哎呀，扭亲只手。哦，原来你哋开黑店，打到车俾老爸就系你哋啦，话。你啲黐线嘅，我哋香港人嚟噶。香港人喺度做陀地？哎，你千祈唔好咁讲。我哋同香港警方有啲誤會，所以翻上嚟度下假咁解啫。咁即係著草啦！你阿炳做到千嘅？啊，你有眼光啊！長樂街神龍賭聖就係我啦。哦。咁丟假嘅名啊，唔好攞出嚟講啊！誒，大哥，我哋點啊？有咩關照啊？關照啊，唔敢講。你諗係咪應該揾條繩嚟綁住我咧？嚇！你講得啱，係嘅，係嘅。係你死人頭！你攞翻錢嚟，誒，揸住。你帮埋拎嘢，攞双手嚟。你叫咩名啊？妖，我妹叫小吉他，外号叫美少女，而我就系省港澳所有靓女都死喺我手上面嘅。屯门色魔啊！我呸，系玉树临风、浪漫新灵感嘅真男人，小喇叭就系我啦。诶，点解咁噶？出古话。哎呀，还错添啊！仲有冇啊？哎呀！你 IQ 太低啦！呀！哥！啊！哎呦！你两兄妹都几好嘢喎，咁都搵到食啊！睇住我妹啊，把刀都好坚下噶，啲钱你攞去啊！特别报告：千岛湖游船劫杀案。疑凶正在潜逃中，特征高大，
略肥，现挟持一名小孩为人质，此人极度危险，有暴力倾向，如发现请马上与公安部联络，特别报告完毕。知唔系就系我啦。王石，我嚟问你，你识唔识台湾嘅东湖帮？哦，帮主陈慧敏啊嘛，系好熟噶，系生死之交嚟噶。海外咪咪转咗人咩？哦，都见过面嘅，饮过。真系识啊？系咯，佢死咗。啊！佢死咗啊！好惨啊！究竟边个杀死佢噶？我都揾紧个凶手。呢位系我哋嘅少主。诶？少主，你唔好伤心啊！只可顺便啊。喂，你识唔识海边走私大王秃鹰？啊？秃鹰啊？啊！秃鹰啊，真系生死之交啦！呢个真系好熟噶，熟得好紧要啊！真系好熟。如果揾到嘅船俾我哋台南，每人有300万奖金。大家二仔女喺呢度唔系讲钱啊，不过去到台南咪真系有钱收先。人到钱到。喂，有冇咁着数啊？阿妹啊，咁好过踎喺呢度一头半个月先赚1000几百啊！咁事不宜迟，我真系起程啦，好唔好啊？哇！犀利，不得啦！啊，少主啊，我哋即刻起程翻台南啦，我拖你啊！哇，好多公安啊！有冇第二出路？啊有，我以前走私嘅时候有条秘道嘅。系啊系啊，有冇食维维？你？系咪呢间旅馆啊？就系呢间旅馆啊！我见到入咗去噶。大家听住，包围呢间旅馆，一只乌蝇都唔准飞出嚟。鎖匙斷咗啊！快啲揾只撬啦！死嘅，我一定要捉到你。喂，都转晒装啦，就唔使鬼鬼祟祟啦。哎呀！妹，你叫咁大声咩啫？你做咩？做咩？哇！乜咁大部手气啊？边个冇家摆喺度噶？吓？咪你咯，你话惊啲野狗走入隧道嘛？咁你唔想坦白嘅，行啦。你点啊？我走唔到，你走先，唔好理我啦。有人啊！喂，咁好似有声喎，我睇下，边个？同志，我哋搜过，下边冇人啊。咁
好啊，喂，我哋嗰边睇下。喂，好在有建工嗰三喺度顶住啊！你点啊？阿妹啊，你带魔术师同少主一只人等，我就同舅父引开佢哋。我孭你，快啲啦！扮武警，拎佢翻去慢慢审。系，点解唔入得啊？我哋系中央国安部嘅，千岛湖事件中央非常重视，所以派张先生嚟追查。张生，边个张生？张宝成先生。从而家开始，你直接受我哋指挥。张宝成，张先生有令人讲真话嘅能力，中央需要嘅系真相。哼，咩特异功能？我从来都唔信嘅。冚家铲，你嘴巴放干净点。告诉我，带小孩的人到哪里去了？佢哋走得么？走前半步都好似舅父咁俾人拉埋啊！哎呀！等车上啦，不如喺度歇阵啊！喂，我睇下文珠嚟啊！哦，痛唔痛啊？唔痛啊！有冇止痛药啊？止有啊！攞嚟啊！哎，点解喺度幅相噶？你知系咩相咩？唔知道，不过几得意啫嘛。净系影背脊嘅。哎，我攞啲止痛药噶。我嘥好多钱买噶，系赌神嚟噶。哦。佢从来唔影相噶，呢张系佢唯一一张。你识佢？唔识。我叔咧喺只赌船上边亲眼见到佢同赌魔决战。呢单嘢啊，佢同我讲咗好多次噶啦。我真的很想见下佢真人啊！或者你见到佢真人会失望喎？唔会，我叔话佢好有吸引力啊！吸引力？系啊！嗱，唔准同我哥讲噶，我反面噶。得啦，喂喂喂，散啦散啦散，好大队人追紧你啊！你的喉枕都几似赌神噶噃，烂赌鬼都有 fans， 只系吹胀。喂，唔准侮辱我偶像啊！对唔住啊，姐，行边边啊？呢边啊？哦，拧翻转头啊，用个喉枕对住我啊！系嘅，姐。喂，借个背脊嚟挨下。你揸注意啊！嗯。哎，唔系啦，哎，好彩，差啲走散添。阿魔术师啊，哇，走紧烂喎，个样咁冧嘅，妹。咩啊？喂，越追越近啊！我知啊，入村直讲啊，吓。哦，嚟。啊，
翻转头，翻转头啊！做咩啊？我跌咗幅相啊！唉，乜咁烦噶？而家唔翻得转头噶，一翻转就实行撞正噶。咁啦，我同佢攞，你码头等我。你而家当我咩人啊？当我贪生怕死啊？要翻转头一齐啊？谂落都应该分道扬镳嘅，你去执相，我先去揾秃鹰。我跟埋你哋去。喺边处啊？喺嗰度啊！我引开佢哋。啊，眨下眼唔见咗嘅。系啦，冇理由咁都走得甩嘅。好，个细路喺度啊！走啊！走啊！快啲！走啊！走啊！走啊！快走啊！哎呀！哎呀！死啊！呢边！哎呀！又唔得！哎呀！走啊！走啊！走啊！喺前边啊！快啲追！走！哎呀！快走啊！走！走！快啲！你揾條嘢快快啊！我驚你啊！你哋走到去邊？我懂，我懂，我懂，我懂。喂喂喂！快啲講，佢兩個喺邊度？我唔知啊！你唔好再逼我啦，立我啦！嚇？啊！剪佢，剪佢，剪嘢啊！请中央支援。报告长官，我哋已经捉到千岛湖其中一个疑犯，另外两个挟持咗大队长上咗一只渔船。张宝成，我知道他们在船上，他们要去哪儿？哎，你不用说，我能知道他们要去哪儿。他们去台湾南部。你真的那么厉害？因为你在想，我就能知道。我告诉你，他们其中一个是赌神。赌神？就是带着小孩那个，他是赌神。嗯，我跟他在北京赌过一个牌局，我变走他一张牌，但是那局他不跟。我始终想好好的赢他一次。他这次去台湾，是不是要参加一个大赌局？有啊，话俾你听，我同秃鹰 friend 噶啦，讲你唔信。想当年吴尔埃希教佢去美国啊，都系多得我仗义帮忙，冇收佢钱咁送佢去啊，所以佢签翻个名喺度留念啦。唔系啊嘛，大学生手字咁曳，咁左手写字就差唔多噶啦。咁佢右手做咩啊？右手拿把刀怼住我咯。哦，唔怪得唔收你钱啦。唉，呢咪陈年往事无谓提啦。咧，秃鹰醒啦。嗱，佢之所以有呢个外号咧，就因为佢人冇乜头发，不过净系我提得嘅啫。你千祈唔好讲，如果咪就死得好惨。小喇叭，咁耐都唔叫醒我，去台湾啊？冇，带几个朋友过去叫鸡跳舞啫。诶，呢位高生啊？哦，高生。好喂，佢
至出名嘅大力鹰爪功啊，同佢握亲手嘅，你呢几年嘅系咩握嘅就收翻埋啦。如果觉得痛嘅，可以大声嗌嘅。冇事，冇事。你个朋友有翻两度，我唔怕话俾你知，我鹰爪功最厉害嘅唔喺手度，系喺只脚度。你想唔想试下咧？我唔使啦。算你知己，如果唔系有排洗手。小燕好似有啲发烧啊！哇，佢真系好兴喎！唔紧要，我船舱有药，抱佢落去啦。哦，我抱佢落去食药先。你身边，爸爸，仲可以给我钱。爸爸唔识唱歌，你快啲瞓，乖。唱吗？唱吗？唉，总之呢次唔该晒你啦。唔使客气，唉，唔使。都我哋人质嚟嘅，呢个唔系公安阿头豪精忠，知唔知佢咯？秃鹰豪精忠，咁大反应啊！今日皇天有眼，你终于落喺我秃鹰手上啦！你想点？我拉你情报局。哼，估唔到我敌方收集情报18年。我终于拉到敌方的高官，我成功了。喂，你瞓醒未啫？你噏咩啊？我是国家机密特派情报员，我在大陆卧底18年啦。你话我证件，真名达文西，国家甲级机密情报员编号173173173。哼，唔系咩啊？英文名系西文坦啊。我身在如宝，心在汗啊！哎，唔好咁激动啊，个人交俾你啊！你个共匪，我要用鹰爪功向你严刑逼供！惊啊你！快啲拎开你只脚啊！你两个跳落去，跳落去啊！你而家咪咁对我啊？想当年一条底裤两个人着，家阵咁嘅天时，你叫我跳海？系，我的确好感激你借条底裤俾我着，所以我决定俾翻条底裤过你。嗱，唔好喐啊！我支信号枪打中你，你即刻变小猪。吓，啲油，哎，你哋咪喐，你喐亲咧，我用鹰爪功爪死佢。我净系爱佢个啫，手脚啊，好多事。唔得，佢虽然唔系我朋友，但喺道义上我唔可以将佢交俾你。好臭啊！唔好怕你啊，鹰爪功爪。阿文西，哎呀，拉咗拉唔翻啦！又话生死之交，我又点？哎呀，个大队长咧？全部咪喐！喂，我冇出卖你，你恩将仇报。我只系想你哋跟我翻大陆澄清翻嗰件事。至于你哋绑架我，我唔再追究。你哋睇，我哋嘅边防巡逻炮艇已经嚟啦，同志，过嚟，过嚟，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行咗唔耐仲有大陸炮艇。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台湾炮艇来的、啊、是的是台湾炮艇来的喂喂喂台湾炮艇来的台湾炮艇来的、啊、为什么真的台湾炮艇的、哎、喂喂不要再打搞定炮艇先、哎、前面有人唱大陆歌哎，不是大陆歌，是唱梅花，唱梅花。梅花，走吧。哎呀，做咩啊？个大门烂咗啊，点走去台湾啊？哎呀，唔怕。呢度好多漁船經過，一定去到台灣嘅。哇！你做人都算幾樂觀噃，呢度大海茫茫。哎，唔該曬，啊，唔該曬，唔該曬，啊，好啦，唔該啊。班漁民幾聽你話咁啊？哎。我告诉他们我专门偷人民分子出国的嘛那些什么开戏啊柴铃啊咁全部都是我救出来的。哦我一直对你咁好啦。肯定你听他噏啦他剥了只表给人咋。开戏是吧柴铃是吧开戏了柴铃了。点我都是为大家的嘛。喂同你好返的咩你昨晚唱歌好难听啊。你是不是这样演我先仔我演死你。我打电话给姐姐叫她来接我我陪你去啊好啊这里是哪里来的大队长你醒了我做军服呢你不用担心啊你的衣服是我来跟你换的做军服就撇下海的了至于这里是哪里来呢我可以告诉你不过你应承我一定要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这里呢就是台湾喂你冷静一点你應承過我㗎，捉住佢，誒唔好俾佢喐啦！呀，咁就好啦！我一早就想嚟呢度㗎啦，呢一鋪咧，我一定要玩餐勁嘅。你黐咗線啊！咁興奮，我哋冇入台證，我非法入境㗎，見到賊都死硬㗎。唔使驚，啲台灣警察見到我哋中國公安，肯定見風而逃啊！啊，你爸咁啊，烏鴉嘴啊，一講就到啦。你爸咁啊，衰口啊。咩啊？去邊啊？見風而逃嘛！你家什麼？喂，你賭不賭啊？好，你有沒有錢？有沒有證件？對不起，我沒帶，錢有一張。哇，成嚿水喎！你何來台幣啊？係咯，我捉台灣嫖客嗰陣沒收嘅，人嚇人，嚇死人咧！又話台灣警察見到佢見風如逃嘅，亂噏啦佢。我說啊，你們賭不賭啊？賭就快點。賭立搶喎，一正土惡賭。喂喂喂，街邊檔十賭九騙啊！你媽我定啦，賭。李總，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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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有啊，係領領，有有啦有啦，係啦，係咁啦係咁啦。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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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是本区派出所警官，那就好极了。别打，警长，听到没有？叫他们住手。你晓得俺是谁吗？你谁呀、啊、你？俺是国防部高级情报人员三门塔，编号是一七三一七三一七三。他是公部的卧底，他潜伏在这里很久，搜查你们每天轮班的资料。他告诉俺，你们每一天都偷懒一个小时，对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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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小老实，俺没时间。你们看着点，我等下回来。
是。哎，多少请的份？来，老板，请行啊。你要喜欢全拿去好了。起来，起来，起来。长官，等抢了我的。妈的，那么多话，做卧底。哇，呢次發達啦，食兩個禮拜食唔曬啊！係咪真係咁好食啊？好啊，搞掂。喂，試下，好味噶。喂，你家姐係咪真係好正啫？唔好呃我啦。梗係正啦。係真唔係啊？姐姐，喂，等埋我啊！喂，個靚仔話佢家姐好正喎，信唔信得過咧？靚仔講嘢你信？信得過。少爷回来了，小雨，唔好上车啊！上车，忍住啊！姐姐，何小姐，发生咩事啊？系仇小姐嘅人，佢偷听我讲电话，即刻赶赌场。小姐，赌场。我哋唔系去救人咩？睇下先啊！仇小姐嘅地下赌场就喺戏院下边，行。哇！资本主义的确系有值得学习嘅地方喎。咩事？你嚟做咩啊？仇小姐喺边？哇，系好劲喎！我哋上。海棠小姐，你咁搞只系踩仇大哥个场啫。将细路同女仔交出嚟。今日唔十月后啊，仲有两日。海棠，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只要你跟了我，我们两个的地盘加在一起，整个中南部就在我们控制之下。放纵啊，细佬！我的赌场有个规矩，你跟我赌三场。能赢两场就听你的。好，出手。好，我们赌一把 Black Jack， 你坐庄。哼。十六点，要多只。我二十点。Black Jack， 输得心服口服啦。去尽嘅，无论如何喺后边支持你。低 B， 做咩？话你啊！话你啊！仇少痴，应该轮到你出马。好，我也想看看你学到你老爸几成功夫。第二场赌轮盘，你请吧。哇！哇！你个鼻点解会咁噶？
冇嘢啊！我要七点。量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你输了。被赔。被赔。赌场里只有胜与负，没什么卑鄙不卑鄙。第三场，我想跟你。嗯。喂，美俊。嗯。铺铺都你话事，轮都轮到我揸翻次飞啦啩？你说什么？你唔明啊？就你讲国语，铺铺都你话事，轮都轮到我揸翻次飞啦哇？知冇？唔好乱嚟，英柱冇命。哇！我哋一胜一负，第三铺赌咩？追弹子弹嚟弹去算咩赌术啫？呢铺赌翻啲最基本嘅嘢，一人前一只斗大啫。好啊。你先抽。喂，咩啊？呢度都输硬俾佢。点解？只葵扇烟喺佢衫袖度。喂喂，唔玩斗大啦，改玩斗细啦吓。也可以。喂。喂喂喂。你先抽。开吧。哎，等阵，我同佢开。你理咩啫？唔通一副牌入边有两只街砖碟？海棠。你身旁有这样的高手，恭喜恭喜。咁你仲放人？放了上面那两个人。你好面熟，我在法国看过一幅画，是不是你？你在法国见过边幅画？你是不是赌神？你真的有眼光，没错，我的确是赌神。拿上来，我就是赌神的徒弟陈赌仔了。不要啊，不要啊。那赌神在哪里？国外观众请拍手，赌神！啊！你真是赌神吗？到了这个田地，我看我都不应该隐瞒。没错，我就是赌神高进。我是你杀妻杀子的仇人，你看到我还可以那么冷静。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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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让各地赌场的代表心服口服，不要再说我独吞了基金。唔好讲咁多，三日之后我师傅同你去赌铺。到时你要齐啲姨妈姑姐、社会知名人士嚟睇下你点输咧。好，三天后半夜十二点，我在这儿恭候大驾。赌注最少一亿美金。你急就翻去啦。高生，钱绝对唔系问题，行。冇喺度赖啊！老五，如果边个喐亲，射低佢。喂，喂，点啊？快啲先讲啊！
让他们走，监视他们一举一动。是，马上让阿坤从台北回来，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赌神。是，讲。是，几位就在这里休息几人，我有足够人手保护你们。嗯，放心啦，有我赌神高进在这里，他咪嚟几多死几多。其实我最担心的都是仇少谦，他会嚟找你，所以我提议你今晚都是不要回去，应该留在这里，而且要跟我同房，等我可以跟你倾下，还可以尽心尽力地来保护你。都好，顺便可以解释一下我们海家和仇家的实力和关系给你听。那就事不宜迟，我们即刻上房倾个通宵。请。你几位随便啊，你回去照顾少爷，小心点。不要吵我啊，师傅不会到那么真。你放心啦。喂，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累死我大佬的？你叫他扮赌神，他现在不知道多嗨，死都甘愿。几位已被忘情水，忘情水。喂，我们是拿钱的，拿到钱就走的啦，扮什么赌神啫？你说是不是大队长？叫我龙。连你都黐埋，我大佬。你大佬现在是思春期，找支枪指住他都不走啊。那三日后怎样？真的叫他跟仇少痴赌啊？你未必叫他叹两三日咯，你咁怒气做咩啫？我大佬扮赌神啊，简直就系侮辱咗赌神，唔得，我要上去踢爆佢。喂，你唔好咁劈咗喎，你听我讲一次好唔好啊？我份人系咁噶啦，要我听你话，除非你系赌神。好。做乜嘢你？放低我啊！救命啊！放低我啊！哎呀！你再叽叽格格咧，我随父打你劈劈。你敢？我好惊啊！我咩唔敢啊？你唔好埋嚟啊！我嗌噶，你嗌破喉咙都冇人听到噶啦！走啊走啊走啊！嗱，你叫噶？等等，翻嚟啊！埋嚟啊！到底出去定埋嚟？你话实。埋嚟啊！拧住面。做咩啊？拧住面啊！坐喺床边。有时我真系怀疑你只系赌神，不过冇可能嘅。我由细到大，连安慰奖都未中过。不会咁好彩嘅，你爱过几多个女人啊？两个，不过两个都死咗。对唔住啊。唔紧要，跟亲个女人都冇收场。有时我觉得系我害咗佢哋。我相信你一定会揾到个更好嘅。嗯。我不想再害多个。你真名叫咩？逍遥，我妈叫我瑶瑶啊。呢个名几好听，点解唔用？我妈话笔画唔好，唔礼事啊。做人唔好咁迷信。幸运系掌握自己嘅手度，过几日同你攞埋300万，你可以逍遥自在去边度得咯？你留喺度系有目的嘅。你都明珠顾问，但系我有时间慢慢解释你听啦，好吗？得，不过我有个条件嘅。咩啊？陪我跳着舞啊！跳舞？唔该啊。嗯。去偷欢，我借住你监管；独自去偷欢，我借住你监管。
哇！等得好闷啊，高生。冇相干，净系等你呢件乜头时装，唔系，净系等海棠小姐你讲解两大家族嘅渊源，都值得啦。嗯，不如饮杯酒啊！好啊，等我嚟啊。好啊。唔够力啊？唔系啊，高生啊，咩啊？咁难开，不如唔好饮咯。好啊，湿晒啦。唔紧要，我攞条毛巾俾你。唔该。你穿衫穿得几快喎？麻麻地。你赌神玉戒指咧，唔见你戴嘅。哦，我觉得佢啲色泽唔系几好，所以攞翻间原厂嗰度想换个只啫。嗯。食糖？细路仔就玩食糖仔啫，我哋大人应该做翻大人嘢嘛。好衰噶你！你知唔知啊？其实我对呢个纹身嘅艺术都相当有研究嘅。乜你有纹身嘅咩？哦，有。我系纹喺一个你永远冇办法睇得到嘅神秘地方。只不过，我愿意为你免费咁打开呢个情感嘅禁区嘅。系咪有条件噶？梗系有啦。你当然要俾我欣赏翻你纹嗰朵牡丹啊！又好，不过你要俾我睇先噶噃。好，各位观众，我爱大波脸，你花心啊你！喂喂喂，去边啊？去边啊？我冲干净凉，洗干净朵牡丹俾你欣赏啊嘛。我嚟冲。都系冇啦，你啲男人得手啊，就唔记得人噶啦。我唔会噶。不如咁啊，我同你影张相留为纪念啦。好啊，我哋都应该影翻张烟人相啦。影噶啦喎。哎呀，哎呀，我弹，哎呀，哎呀，搞咩咁大声啊？嗯嗯嗯。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扮赌神啊！我是赌神啊！赌神玉戒指不会离身，他喜欢吃朱古力，亦都不会影相，咁都不知道你喺度扮赌神。系人见到你一身打扮，咩老豆老母咩都唔记得啦吓！讲你叫咩名？我叫小萝卜。真名啊！我姓萧啊，不过名啊点都唔讲得俾你听噶啦。讲，我妹叫萧瑶瑶啊。唔系问你个妹，系问你啊。我叫萧可芳。喵！你唔系陈赌仔，佢唔系赌神，你哋系咩人？海小姐，我而家唔好话俾你听住。我既然受得你爸爸所托，将海燕带翻嚟台湾，我已经唔系呢啲人。点解唔可以话我知？请你忍耐48小时。两日之后，包你见到真正嘅赌神。真嘅？如果你唔信嘅，我而家已经去杀咗你。你要记住，我同你都有共同嘅敌人，就系仇小痴。真正嘅赌神同埋龙五已经赶紧嚟呢度。好，我信你。呢啲咁危险嘅嘢，我帮你保管住先。佢头先冇砸亲你啊？慢点要顶啊！你从台北回来就好了，我要你看看救海老大儿子回来的那个人是不是赌神。哼，佢化咗灰认得，佢喺法国以为我死咗，仲抱住佢老婆条尸话，净系大陆嘅张宝成先可以认到佢。哼，我不太相信特异功能这种事情。大哥，喺大陆跟你嘅陶军嚟咗。土军，大哥，你来了。我坐总司船来的，
我带了一个朋友来见你。你杀了海大哥！大哥，我以为杀了他你会开心呢。要杀他的话，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杀他。我就是不想背负上一个杀老大的罪名。你分明是见财起心。我，如你这种人再生变，分明是养虎为患。先别着急。是我要他带我来的，没有我，你赢不了赌神。你谁？张宝成。你们特异能人全都是大陆的国宝，怎么可能来台湾？哦，我要来，谁都挡不住我。我来的目的是要找赌神，我知道，他会来找你报仇。我们合作吧。不过赢了他之后，我要$50,000，到南美洲去。我不要再回大陆。大哥，他真的好厉害啊！你凭什么要我相信你？可以帮你换掉他的底牌。我只想知道那个长头发的是不是赌神。喂，出边有个老坑话要见赌神。咩老坑啊？佢话叫陈金城噶。赌神，好耐冇见啦喂。可以俾一分鐘時間傾下偈嘛？我老朋友見面都唔使咁興奮嘅，嚟啊！喂，又係我。快啲走！你玩咩？而家呢间屋已经被仇小姐嘅人包围住，佢叫我入嚟先，睇下呢个赌神系咪真嘅。佢喺外边用望远镜监视住我嘅。佢话如果呢个赌神系真嘅，就叫我即刻翻出去，佢哋就冲入嚟杀你哋。你咁好先话俾我听，你唔系佢嘅人咩？高进。我对你唔住，高准，你系赌神。一年前，我投靠咗仇少之，以为可以借佢嘅势力嚟报仇，害死咗你老婆，仲帮仇少之得到朱老先生个16亿基金，点知？佢呢个人系癫嘅，不断咁要我同佢赌钱，赌到我乜嘢都冇晒嘅时候，佢就要我同佢赌手赌脚。高俊，你睇下，高俊。今生今世都报唔到仇，我求你一于要赢咗佢，同我出翻啖气。哎呀哎呀，我应承你。个老鬼越匿喺个房度，我就乜都睇唔到。我喺佢件衫度装咗个偷听器，连你都唔知咧。讲咁多做咩啊？冲入屋怼冧晒佢哋啊！
放出去！事论未分胜负，再嚟过。好。Let's go!
都抵死啦！阿妹啊，冇嘢啦。哎呀，咩打中咗啊？哎呀，弊啦，痛唔痛啊？嚟，搵啲嘢揞住先啦。哎，帮我叫车啊！赌神啊，帮我睇住我妹先啦，睇住我妹，我叫车啊！你真系好勇敢。赌神喺佢太太临死嘅时候应承过佢，一年之内唔准赌钱，亦唔准认系赌神。呢个诺言要听日先解。可惜我等唔到听日，可唔可以拧住面俾我睇多一次？真正的赌神将你张相交给他，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女仔好倾慕他，小心被赌神见到。听说外面外围投注，赌你们营赌得很大。对，全部买赌神营。我开放所有六合彩投注站，给他们一赔一的赔率。哼，他们全疯了。看来你是非赢不可。如果你不能让我赢，你不会活着离开。不要太高估自己。不过为了打败赌神，我会帮你赢。大哥。请。你一定要赢，黑白两道的人都来齐，我介绍给你认识。这个女的我喜欢。泰国金先生，新加坡林先生。来，幸会。马来西亚郭先生，海棠小姐，寿司签会唔会出老千啊？今日用嘅牌系用德国最新科技处理过，连 X 光机睇唔穿牌背，仲有八位德高望重嘅赌牌高手验过牌，一定冇几好。
因为呢个赌场有 X 光机嘅设备，如果有封牌嘅时候，都会用 X 光机监察住银盘入边嘅牌，咁会保证冇换牌嘅情况噶。咁严密啊！同时今日任何人都唔可以大枪，避免有暴力事件发生，连杯都用胶。大哥，这是什么？用象牙做的枪，可以避过金属探测器。今天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美国黑白两道全部议定，不准带枪。仇小吃，你真是一个混蛋。我是一个给你5000万美金让你豪华过下半辈子的混蛋。待会儿你怎么换掉他的底牌？随便抽一张。最重要时刻使上这招，怎么样才算最重要？我点烟就是信号。5000万美元，如果你反悔的话，我不会让你好过。师傅，要同姚月报仇啊！先叫，唔去。超级杀哑人嘅咩话？切，大陆都有龙珠体噶嘛？这一副你还是不去吗？去，做咩唔去？你知啫，我唔同你黐。500万。好，我跟。这冤家派出隔离。2000万。好，我跟。不好意思，但你少少，无谓俾你搏啦。9000万，长长久久。
不要投机。舅舅千万。哇，一唔嚟，一嚟博火。大碟都俾你攞到，好彩唔系坐大碟。你想睇我底牌？得，一亿。佢咁出錢法，一定係吸水煙。你好嘢，休息一陣。冇事啊嘛，冇嘢。我帶你啲錢輸曬。我同海棠小姐一定帮你筹多一亿。好，我会赢翻。赌神，你这样大的名望，看来见面不如闻名。拜拜。是一对 king 还是一对 queen， 都赢定你了。你输懵咗咩？啊，几好，一个知嘅，一个懵嘅，几啱 key 啊！发牌，呢副牌咁多红心嘅，我话二三四，你又积女 king， 做戏一样。高进。还有多少？8200万左右。好，我要看你这副。少爷，唔好去，去唔过。点解？佢最有利嘅系五仔底同埋烟仔底，咁就有机会同花顺。但系对方一样有机会同花顺，佢要系烟先至会赢。如果二三四五六都会输。哇，赌到二亿咁大！如果我有二亿啊，我翻屋企啦。咁你翻屋企先啦，你都有二亿啊。我边有二亿啫？精虫啊！好，我跟你扫兴。赌神今日失水准啦！哎，弊冤家牌，两个都可能咁低烟。你没钱了，开牌吧。咪住，五哥，麻烦你攞啲文件嚟。
呢度系我所有嘅财产，包括纽约一栋商业中心，价值10亿美金，连巴黎、洛杉矶、东京嗰三间屋，同埋一批股票，估计总值15亿美金。我而家当10亿，我要同你赌身家。怎么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呢度有4位跨国会计师楼嘅会计师，10分钟之内就可以计算出市值。你怕吗？我怕谁呀？好，咁放牌。任何人唔准行近张台，更唔准喐台上嘅牌。是。上去看 X 光一看，不能突破，目标它的底牌是红心 A。冇意思，我对你有信心，师傅啊。你赢咗一定要收我做徒弟，我赢咗先算啦。如果我输咗嘅，你拜佢为师。阿伟认为呢两只 ，All right, okay, sure。高进嘅财产可以当实敌用，开放。我就带你10亿，我没这么多现金。你吞咗国际保护儿童基金嗰16亿美金，输咗你要攞翻出嚟。仲有，我要你只眼。高进，你就这么有把握？我们就赌大一点，16亿美金没问题。你我谁输就要挖掉一双眼珠。吓，用乜二赌神要转行做魔骨啊？我帮佢谂定后路啫。好。高进。只有一个机会赢我，就是红心 A。刀小子，估唔到我高进英明一世，今日啲铺牌嘅底牌系。
惹使我治病喺入，我仲约你开堂小姐添。估唔到只红心 A 可以帮我挖你对眼嚟制瑶瑶同埋个太太在天之灵。没有换掉。你以为上面的张宝成换走我只牌吗？张宝成啊，他根本不是张宝成，他只不过是我一个好朋友，他是全中国最出名的魔术师，小平叔赢桥牌都是靠他的。哎呀，今天连我都呃埋，未轮到你。一年前在法国，我已经知道你未死。我在太太尸体面前说我最怕张宝成，你估不到我会在死人面前讲大话。我搭了鸡棚一年咁耐，你都抵输了啩？那第二把牌呢？第一铺，我一样是吸手烟，我特登唔去俾你赢啫。上边人系咁以做阿马骝戏，你又当真？点解呢只牌 X 光机度会喐啊？好简单啫，海小姐借咗一条头发俾我，我用只牌扎住条头发，轻轻咁戳下戳下。細路仔識玩，乜咁小氣啊？你攞咗基金啲錢唔去做善事，我唔怪你。但你殺咗我老婆，殺咗我仔，我點忍你咁卡慘啊？你同佢幫手，好嘢，唔使去幫骨啦。唔該曬你五哥，乜事啊？阿俊啊，咩事？咦，我以為你生出嚟冇眼淚嘅添，我真係幾驚你輸曬我啲錢啊！